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樟宜机场，我现在在 Terminal Street， 因为现在圣诞节啊，要带大家就是来逛一下机场。为什么圣诞节要来逛机场呢？先给大家看我后面，噔噔噔，看，好大的圣诞树。12月来逛机场，刚好现在因为机场passenger比以往来的少，所以现在这边有很多店都在promotion，而且你不用坐飞机就可以买得到了，所以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圣诞树，嘟嘟嘟嘟嘟。现在因为有那个侏罗纪 Mile 的关系，然后现在今年圣诞树主题是恐龙。有没有听到声音？好赞哦，很漂亮哦。这只好可爱哦，它躲在那个雪里面。然后这边有一只在撞它，在堆水了那一什么，好好玩哦，很童趣耶，带大家绕一圈了。这还有漂亮的圣诞红，之前我有种过圣诞红，我觉得圣诞红还蛮好种的。哦，后面还有一只，这个是三角龙。哦，这只好可爱，超可爱的。那这是刚孵化的蛋吗？是硬壳蛋吧，这样看起来有点像软壳蛋，好可爱啊。哦，这个好像有开放给大家上去，然后在那个雪橇上面拍照，不过现在没有开放。嗯哼，现在是中午时段，然后这边还没有什么。然后现在这个是卖酒的 area， 它有 alcohol， 就有 Daiquiri whiskey， red wine， white wine， 对。所以这些酒其实你不用在 departure area 你就可以买得到。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哈，它到12月20。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很多 Daiquiri， 真的，这之前在 Airport 里面好像没有哎。OK， 它价钱还蛮优惠，我觉得。这是 cocktail 是77块。哇，还有卖保肝的，喝酒然后再保肝。哦，这个是 Honey Chuya， 对不对？ Go Chuya 38.8，然后这是 Normal Green Color 的 Chuya， Classical Chuya 71.9。这是要熟成的那个 Prom 去做的 Chuya， 27.9。哎，这个还 OK 哦，原本29.95，是38.8。新色的，这个是24.9，噔噔。然后这边就 whiskey， 这是 gentleman Jack。Hello， 你好。Hi。你要金吗？我金。I take a look first。哇，这
是 whisky， 这边是 whisky， 有 16 year， 12 year， 15 year。OK， 这是16年卖156的。然后这边是 McKellen， 我觉得 McKellen 偏便宜啊，在 whisky 领域里面偏便宜。这四种颜色，它其实有盒子啊，它这边没有展示盒子。啊，这是 Hendrin， 我喜欢 Hendrin。Hendrin 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77，其实跟 Departure 差不多吧。然后另外一个特别是116。啊，这是 Monkey Shoulder，Monkey Shoulder 印度人超爱。它有一个很重很重的味道，可是我本身不太喜欢。然后这边是葡萄了，对，这边葡萄系列 Rose， 它还有卖面膜，这是 Red Wine Victoria， 哦 Victoria 27块。哦 ，Moscato 29块 ，not bad， 而且它是气泡的哦。嗯，它是 20% off。Moscato 很容易喝醉，因为它太甜了。然后这个是白葡萄跟 pink color 29，其实跟以前一样啊。啊，这是 TT 面膜吗？台湾的 TT 面膜，哎，台湾之光在新加坡咯。TT Mask， 刚在这边这家店是 Aisha 他出来 Departure Public Area 开的一间店，然后基本上你只要有 Try Reward 卡，你进来这边，然后他叫你 Login， 然后你就会拿到这个 Voucher， 这 Voucher 是20块 off， 然后你在 Aisha 花100块，然后就可以20块 off， 等于你买100块东西只要付80块钱，大概8折，对，然后你这边今天 sign in 啊，他还给你这个超大的巧克力。很大的巧克力，这可以吃很久吧，对啊，然后我觉得还蛮值得，这巧克力在里面应该也要10几块哦。好，这个现在是在 Terminal Street 这边有一个 Cosmetic， 然后它还有卖香水，也是 Duty Free 哦。然后这边现在有一个 Table， 这边都在 Discount， 对，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吧，没有喜欢不勉强。哦，也有男生的，这个是男生的洗脸还是什么？都要擦脸，还有口红 ，YSL 的口红都在 offer。哦，颜色其实很多哎。嗯哼 ，YSL， 还有香水，而且还有套组 ，Oh Victoria's Secret。也很多，然后这边全部 70% off， 对，然后这些都是香水，然后这边还有其实男性女性都有，然后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有机场那个卡丁车，它在 T4，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T3 的8号出口这边搭 shuttle bus， Dinosaur 的 shuttle bus。好，我现在在 T3 的 Starbucks， 然后它现在很多 Christmas 的 offer， 给大家看看。它有猫的系列，很漂亮。然后它现在有 offer， 这个是 30% off， 然后这是新加坡款，然后上面这是圣诞节款，圣诞节很多哎。大家有没有喜欢买星巴克的杯子的习惯？哦，这是星巴克的环保袋网袋，很漂亮。然后这是记事本，哦对，要跨年了，2021年的记事本，28.9，我不知道台湾卖多少哎，美国、加拿大卖多少？2021年的记事本，很赞很赞。好，我现在到了这个区域，是 Tokidoki 跟 Troy Airport Group 合作，然后它现在呢，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雪，
大家知道新加坡四季都 summer 都夏天，然后像你只要其实花 Topper Air 花50块，或者是超市 NTUC 花80块，或者是 iShop 花100块，然后你就可以 redeem 这些东西。对，然后你还可以进去在里面玩，它这里有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然后这边在 queue，这边在排队要换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旁边哈，我们今天不进去，这边有换装换鞋子，然后还有 locker 给大家，然后这边有几个窗，透明窗可以给大家看。好，这一区是小小的溜滑梯区，然后上面还有雪飘下来，有没有？然后小朋友在里面玩，大人小朋友可以进去。对，然后这边其实拍照的区域啊，可以给你一张照片啊，那个是收费的。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楼梯从这边上去，然后到二楼，然后这边有一个溜滑梯溜下来。哎，没有哦，大人也可以滑，哇！屁股有没有很冻？这边小朋友从这里拿着轮胎走上去二楼，而且没办法堆雪了呢，它的这个雪不够，所以没办法砸雪球。这个雪都是假的雪。好，刚刚那小朋友溜下来了，好，就这样，我觉得太短了，一下下而已。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说可以拍照片对不对？你可以拍这样的照片，大张小张，然后是要收费的哦，15.9元起。对，然后你还可以买 package， 对，所以我觉得不便宜啦，给大家看看啊，荷包很深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这个是大家拍出来的照片，他故意有用那个 photo 的字，所以遮掉，所以你没办法从这里截取。嗯，好了，给大家参考，我觉得蛮贵的。然后这边现在是 Terminal Street 有开的店，给大家看，噔噔，这些店台湾、新加坡有没有？这些都新加坡有的店，在卖榴莲。那这个是新开的，原本这边是屈臣氏跟东东东东吉，然后现在拆掉变卖电器。那这边是美记饼家卖彼得跟龙标燕窝，这两家都开蛮久了。然后我现在往前走，我们今天要去 Jewel， 哦，这边有一区卖衣服跟 Christmas， 哦，有 Weave Bell Bell 哎，还有 Me Too，还有迪士尼的衣服，嗯，这边都70% discount， 还有50%，然后这 Christmas 系列30%，不过里面没有人逛。好，我们要去 Jewel， 然后它里面要扫 Safety Entry， 要扫这个 QR Code， 我们先扫吧。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